跟大家分享可以让我跟我女儿同时都不冷到的一个冬天圣品。我们现在人手一条的这个天使之羽，它叫 Starless，非常好记，因为它是双色的设计，而且它你穿在身上每分钟它就上升六度，就是它穿在身上的时候它就是慢慢上升你的温度。然后我今天有带一个温度枪来给大家看，在还没有就是穿的时候，它现在的温度是很低，这个温度非常的低，量一下刚刚 before and after。增高，有增高，是增高蛮多的耶，很舒服。这台，哎，有哦，28。就是让你觉得舒服跟保暖的科技，是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细泥子的专利，还有制成心情的专利，它两项专利可以让这个围巾。非常让你冬天只要带一件，不用这样子，好方便，全部行李箱都是保暖的衣物，这件好像也可以当洋装穿，可以啊，而且它有15种的穿搭方式，这么多，因为它的大小已经可以当洋装了。这个是可以让我孩子不会过敏的，他半夜还是会滚来滚去，所以可以直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贝贝防踢被的概念。觉得这件真天使之羽真的是台湾之光，因为它已经是从国外红回来了，所以它整个国外都知道它的品牌。它的脖子其实不只可以围脖子，它还可以当成披肩。哇！而且双色的，它披肩这样蛮美。它可以当成披肩，然后洋装，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就是直接当成围巾做使用。但是你戴起来那么可爱，大家一直在跳过它。大家说，你好可爱。这四个颜色，但是它每一条颜色都是双色的设计，对，真的很暖，好舒服哦。它里面的那个专利技术是其他东西都没有办法替代，太舒服了。什么生完小孩头又开始痛？我们只能把它拉起来到上面。不会吹进去，头真的不能吹到风，真的不行。哦，这个太对啊，好方便哦。这一件底多件真的是每一个转身一下，转身一下，后面因为它是双色的，所以就会展现它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样好舒服哦，这个冬天的时候在家里沙发，你就这样靠着，然后看电视，好舒服，手都不用伸出来。我要睡着了，各位。加上一个小别针在中间，其实效果就蛮好。里面搭一个瓶口浅色的衣服，这样也是 OK 的。我跟你说，它温暖，但它不会让我中暑，因为它有一个恒温的科技。第二个专利的技术，让那个你喜欢的那个温度就一直维持在温暖的地方。对，云溪，你这裙子好看嘞。可以。哎，阿拉再把它拉起来。你上面有一个洋装哦。对，特别是耶。重点是因为它渐层啦。对，你的位置改去那里了。谢谢。很可爱。今天是要示范给大家看，有一个棉花糖女孩。对。欢迎。好可爱呀。可爱。指头很冷，不会，因为那个我全身都戴，所以我现在从头到脚都很保暖。